问他有没有疲劳啊，是不是太疲劳还怎么样啊。我来看这个球游击手的处理，哇有还传得偏了一点啊，不过特别数据方面都不是那么的理想啊。哦，潘武雄这个球打到左外野的高飞球，左外野手把这个飞球给接杀，两出局。陈连红摆道差一次，哇结果挥棒落空，这个球他也放弃跑垒了。公牛队的进攻，保送呢，在过去他有出赛九场比赛，演出七次盗垒。这个球 double 传二垒，再送一垒这边 save 哦，速度快。公立高中，大岭高中，这个球打成了高飞球，在中外野，结果是左外野手接杀，哇，三垒的跑者不敢跑。这个球也打出去了，尤其的弹跳球，尤其手接到之后传往一垒，解决掉了陈连红。今年他99分。这个球结果打到游击的滚地球，游击手接到之后传往一垒，刺杀了高国庆。因为七打出一安打，上一次打劫获得保送，那这个球平飞球被接杀传二垒 safe， 布老爷来得及回去，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所以前一个半局我才会强调，哎，这个球自己接到了，林奇伟传往一垒，刺杀了涂壮勋。林奇伟连投三颗坏球，这个球出棒了，游击滚地球，游击手接到之后传往一垒，哦，这个都有机会的。哇，结果这个变化球没有出棒，很稳定啊，这大曲球啊，确实是一个相当漂亮的一个变化球，垂直角度的下坠，这个球潘武雄打成了高飞球，在中外野方向，中外野手曾华伟把这个飞球接杀，这是一个三上三下的班，再投个两局不成问题。我们看看这个球，陈连红打反方向，哇，在全垒打墙前面被苏建荣给接杀。九个好球，26个是坏球，他被打了三支安打，四次三振，一次保送，没有失分。布雷这个球打成了高飞球，在一垒的界外区，结果被一垒手给接杀，两好球一坏球。这个球也是打高，但是并不远，在右外野方向，遭到右外野手的接杀，棒，没有人出局，一二垒。这个球点下去，沿着一垒边线滚动，成功的牺牲短打。点得不错。那对于林奇伟来讲，必须要拿出三振能力了。结果这个球一垒手接到踩一垒垒包，大家通通不准动。哇，二三垒的跑者真的都不敢动，缩小内野防守圈，结果打到一垒的弹跳球，一垒手许国龙接到顺脚一踩垒，哇，变两出局了，这没得跑，这个打得这么快那么强啊，直接就找一垒手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这个球也打得强劲了，哦，拉得够快。这个球有接到，没有接到掉两分，可能是二垒安打。以他的阵容来看，哈，他能不能够拿到下半季冠军不是第一目标。结果这个球打到是右边方向的高飞球，右外野手把这个飞球给接杀，有局数最长的了。过去他曾经最长投七局，那他目前用105球。这个球一垒手反手接到，抛给不会的投手。好的，漂亮啊！哇，刺杀的是潘武雄。这个球比较高啊，哇，这个球打得也很高啊，在一垒的界外区。又打到坏球了啊！一垒手许国龙把这个飞球接杀。那场比赛他已经投到第8局，这个球被打到的是在中外野方向，在全垒打墙前面，遭到了接杀。惊到！三坏球没有好球，布雷还是猛轰，但是在全垒打墙前遭到了接杀，三上三下，统一狮队8局上半没有得分，双方还是0-0。40场当中有5场是1-0的比赛，哇，结果这个球没有出棒，遭到第120球，这内角球啊。对，不要忘了哈，你前面谈的就是好球再稍微大一点，就是两好球之后要有没有捆？对呀、啊，这个球棒子呀、啊，
思考的说你出棒，处理啊处理啊，刘福豪这个球被判出棒，遭到三振，晃了一下啊、哦。哇，这个滑球我们看啊，这个晃了一下啊、哦。哇，史考特出阵，这个角度看会比较清楚哦，接近了，很接近了，坦白讲了，哇，可有可无。对，这个就哇，郭台奇还是积极的出棒，挥棒落空，他也知道林奇伟一定会飙好球，而且快速球的居多，而且今天的右外也是顺风哈、哦，对左打是有利的。也好三坏，再回一个空棒，又是快速球，两好三坏的满球数，两出局一垒有跑者，这林奇伟也算怪胎了啊、哦！两好球解决不了打者，三个坏球又感觉又希望无穷，对，都倒过来的。先投两个好球之后连四个坏球，那这边先投三个坏球之后，目前又连投两个好球，让打者挥空。这个球挥棒落空，再接三振。新秀24岁的林奇伟，新农牛队的投手，这场比赛他用了138个球，5安打，6次三振，完投完丰盛，帮助了新农牛队以1-0击败了强敌统一狮队。终止了新农牛队本季第二场的6连败，同时也终止了统一狮队本季最长的7连胜。徐生明总教练生涯的胜率50%胜率终于保住了，目前544胜，比他的败场数多了1胜啊。那这场比赛林奇伟非常精彩的完投完丰盛，用了138个球，而至于败战投手则是艾伦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再来进行球评时间。